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我的名字叫 Cherry。OK。然后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吃水果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吗？香蕉、banana。好，可以吗？你说一个吗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一遍，重复一遍 ，again。你说有吗？我说。打篮球啊，喜欢运动吗？我比较喜欢慢跑。OK， 我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。OK。